咱人生啊，会当富足的人生，咱都爱真少好啊。寒天穿的少，三顿吃的饱，身体健康啊，那家庭和睦啊，安尼的人生。还有多位无满足呢？满足啦，满足，咱都爱会晓笑好啊！人生哪会当知足，就是最富有的人生啦。这种富有知足，自然呢。富之有余，富甲有出纳啦，那就是因为咱还可以当帮助别人，造福人群，这呢就是最富足的人生。世俗人那一直感觉无够啦。我若要帮助人，也嘛都爱当我感觉有春的时。人生啊，什么时阵才有春？你日日会当有爱，为先你都有友谊的福，通好去做好。行善造福，这就是咱存落来的人生啊。时间是有限呐，咱若无及时，赶紧行善造福，干呐？为着趁钱啊，永远无够，安尼白白呢？就是浪费了一世人，也咱那达工啦，会当为先造福，做出去的呢，这都是咱得到的。